我妈说人丑就要多读书，我爱看书倒不是因为我丑，而是因为嘿，过来了。对呀、啊，最近有没有什么新书推荐？有，稍等，我去给你拿。追男第一步更眼熟，追男第二步，相处过程中有意无意的撩人小细节，歪头微笑，眼里有心思。对了，你们店有没有什么老客户优惠群啊？有啊，我拉你进群吧。加微信这种日常操作，当然要不够很近，当然也少不了偶尔的小惊喜。啊、不会是情敌吧？也太有气质了吧！哇，这么亲密，不行，我得找个场子。你来了？刚刚那位是？那是我吗？你别瞎想，那真是我吗？亲妈，别说我的眼睛鼻子长得像他、嗯、真的，你要是不去我回家拿户口本给你看。我什么都没说啊。哎，这不是小七拉进家族群的那个女孩吗？皮肤水水嫩嫩的，平时应该没少敷面膜吧，有空跟我分享一下你的护肤心得哦。妈妈好、啊、阿姨好。要和你在一起，只是多么亲密，拥有多么甜蜜，我这就是生长的